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真谛，凡事不靠自己，都靠祈求主与我同行。主说不要单顾自己，也要顾到别人的利益。坐在最小的你，好比坐在主耶稣里。爱意的脚步，主的慈爱和公义，一步又一步，跟着圣灵的脚印。爱意的脚步，行公义和怜悯，一步又一步，活出爱的生命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得人如得鱼，明白白地得到，也应该白白地舍去。主说你若真的爱我，就要牧养我的羊群。愿在计较之前，我不会擅自不认你。爱意的脚步，主的慈爱和公义，一步又一步，跟着圣灵的脚印。爱意的脚步，行公义和怜悯，一步又一步，活出爱的生命。圣经告诉我说，主耶稣睡在我的村里，对他要有信心，一切风浪都必平息。虽然爱人并不容易，付出的爱他又不珍惜，坚持爱人如己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。爱意的脚步，主的慈爱和公义，一步又一步，跟着圣灵的脚印。爱意的脚步，行公义和怜悯，一步又一步，活出爱的生命。爱意的脚步，主的慈爱和公义，跟着圣灵的脚印。